今天是10月5号了啊，星期已经是星期五，我们出来已经第三天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划小船到王妃岛，现在目前我们正在小船上。回家在哪？今天跟卢沟湖等于是第一类接触，就在我们的眼前，而且就在我们的旁边。他的感觉啊，浑身是舒服极了。贵族看我，看我，耶！那我们这一组就两个家庭，有6个人，还有3位啊，帮我们划船的。我们的目标是王妃岛，那整个划这个划桨的这个时间，搭船的时间啊，大概要15分钟到20分钟吧，来回要2个小时，那我们要在上面走半个小时嘛，对不对？划船的时间是15分钟左右哈，这样子啊？对，这里过去是到。5公里，哦，你这个速度，哦，你这个速度大概，是，哦。我们的船快要飞上了。这个是在这上面抓鱼吧？对。这哪有在抓？结的婚，他说他30岁结的婚，那。
30岁结的婚，44岁怎么可能当阿妈？他说，啊、哦，那是我哥哥他们的孩子，啊，他们这边的小孩子很有福气，所以说很多的亲戚的孩子们也当做自己的孩子在照顾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一条单程的这个路线，大概摇桨啊，大概就要40分钟的时间。这位姑娘啊，从没有停下来，一路要摇到40分钟，我们即将就要到达广飞岛了。会吗？爸爸会不会？2个小时的时间，绝大部分啊都是在划船的时间。那划船大概占了1个半小时，那这是在往飞岛上，不过就待了十几二十分钟这样子。这就是往飞岛。起来，全部起来。